阿哲很喜欢 The Therapy， 健庭也很喜欢 aespa， 然后我喜欢 New Jeans， 半女生还是阿哲半女生都比较漂亮。就连人气夯团也在疯女团，理想混蛋推出第三张专辑《伴手理想》获得好成绩，特地举办签唱会回馈粉丝，跟现场演出让大家听得好陶醉。但是好像是我们三张专辑以来最好的一次，而且我们这次就是还有推出那个随机小卡，然后就是一开始其实想说开个玩笑，因为没有乐团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好像粉丝朋友们也都很喜欢收集，所以也许未来我们的专辑就继续玩这个梗也不错。对，因为会往那个 idol 的方向前进，而这个跳舞的部分阿哲可能不太行，健庭可能很行啦，健庭还蛮会跳舞的。但是他其实基丁也跳很多啦，他其实跳的我觉得不会输，真的。还是什么风格的？女团吗？女团。那如果公蛋了，是不是就要合跳一下？跳舞吗？哦、真的吗？跳舞像是谁？不一定了。那个阿哲很喜欢 The Therapy， 他们的舞很难哎。健庭也很喜欢 aespa 这样。他们的舞没有比较简单。哦，我喜欢 New Jeans。我喜欢 Bruno Mars， 也很难。但是就会的都已经跳完了，之后再找时间学新的。粉丝一定很期待，看来理想混蛋要好好练一下喽。在新专辑中，《很远的远方》与《离开的一路上》两首歌 MV 更互相呼应，让粉丝们眼睛为之一亮。守护着你在我的心上，别害怕黑夜多漫长，爱的方向指引我们前往。我们有在那个离开的一路上里面扮演一个路人的公车乘客的角色，重要当的主角。那下一次好，下一次有机会，好像还不错。哦，那你是要演？那我是负责演女主角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觉得可以考，但是扮女生还是阿哲扮女生比较漂亮。他之前曾经我们在 MV 里面有客，就是以女角就是反串一下，然后当时也获得大家的喜爱。对啊，那种吻戏。先不要，会害羞。我们三个都不行，是不是？不能亲团员。互亲就有一点太超过。我们看我们的歌写到什么尺度去，因为我们的歌就是，当然随着我们年纪成长，也许未来就是会有更多的面向，然后可能有更成熟的爱情什么。到时候就是如果剧情需要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好好来讨论一下。期待看见更多面向的大家，也预祝理想混蛋可以如愿公蛋喽！完全娱乐成员林玉峰采访报道。